Roger Jackson， 非常感谢浪潮评委会把最佳流行专辑这个荣誉给到 Magic Man。 Magic Man 想表达的就是每个人能找到自己开心快乐满足的标准，Find Your Own Magic， 这是 Magic Man 想说的。然后 Magic Man 2也一直在筹备中，所以希望他下次可以有机会通过一个全新的方式去跟大家见面。